山西乡番仔到丰顺道路是连接河尾到山西之间的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虽然是沿着番仔到行，但是因为车辆量真少，真侪人较爱行这条路。日前，山西乡长苏伟俊伫咧顺乡来道路的状况时阵，发现下内桥到第十七线的所在有笔顺，因此今仔日邀集管府相关单位前往会勘，希望管府会当协助来维修。番仔到排水对河尾进入山西境内了后，排入大海，是北中华重要的排水设施，嘛经过一届改善工程。而且沿着河道的丰顺道路，因为车辆较少，因此成为真侪民众爱用的道路。尤其对河尾前往山西，甚至是鹿港，或者是阮阿港的用路人，沿着番仔到丰顺道路是比起其他道路缩短了三分钟的时间。山西乡长苏伟俊表示，除了民众以外，真侪火车司机嘛真爱行这条道路，因为对因来讲，时间就是钱。通勤时间缩短就是省成本，但是嘛，因为安尼，这条丰顺道路虽然伫几年前曾经重新铺设，路面却已经记载袂掉车辆的底压，出现必顺破损的状况。咱今仔日伫咱下螺吼，番仔沟这个北岸吼，咱这个堤岸道路有真侪所在吼，拢迄个坎坷吼，啊非常崎岖不平。那么今仔来甲咱联络咱的县府的全责单位吼，来现场来回勘。那么这条路吼，普通是有真侪，不管是河尾的吼，啊来山西，还是山西方面去鹿港，拢会行这条路。这条路是车辆嘛非常的多。那么今仔来现场回勘，希望讲咱相关单位会当紧来甲这个路面甲铺设好平整吼，吼咱大家咧使用的道路上会当较安全。管府表示，经过会勘，需要改善的长度大约2公里左右，再来将会提报给上级评估。毕竟安尼长度的改善工程不是小工程，而且关系到两个乡镇民众的使用权益，需要详细评估了后，才当制定后续的计划，让民众有一个优良的道路会当使用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山西采访报道。